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自家兄弟频道，我是阿汤。又回到来我们香港楼的验楼系列，今次我们就去南区这边黄竹坑去看一个又大型又属于豪宅级的新盘验楼。整个的发展项目就叫 The South Side， 中文就叫做港岛南岸，位处黄竹坑站的旁边。其实讲法上都已经是讲上盖项目了，一共就有六期的，现时收楼的就会是第一期进环，发展商就包括港铁、路径和中国平安不动产。即管看看这个楼盘价钱就创了区内新高了，买到去30,000元一尺以上的，到底质素是怎样。呢度咧出去就外面街嗰度啦，咁而家呢个就机场大堂位置啦。嗱，骏环当初开售嘅时候咧，都抢得几火热嘅，佢只系得800个单位啦。另外户型嘅间隔方面咧，一房到四房，以至到更大嘅特色单位咧，佢都有嘅。当中亦都包括区内比较少见嘅复式单位啦。咁呢个单位咧，800几尺左右啦。现时咧，呢度望出去咧。如果喺呢個角度咧，就係個山景嚟嘅。不過咧，當你行出露台呢個位啦，就會望到有海景。咁同埋，如果你譬如話梳化咁樣擺咧，呢度都會係海景嚟嘅。大家細心留意翻咧，喺左手邊嗰度咧，其實就係海洋公園嘅纜車嚟噶啦。即係話呢一座山咧，就係海洋公園嗰座山。不過我哋咧喺呢個位置就望唔到任何海洋公園嘅設施啦。咁正對前面咧，而家有些少嘈吵嘅咧，就有個工地嘅。咁呢度咧其實就係香港大學嘅黃竹坑宿舍啊。咁隔離咧就新加坡國際學校。咁呢個客廁洗手間啦。咁啊，暫時睇咗個整體感覺先，因為咧師傅都未開始驗呢個位置，只係放個水啫。走廊行過嚟，第一間嘅細睡房，一樣咧係望到山景，或者另外一個角度咧都可以望到海景。第二間細嘅睡房。咁呢間個玻璃比較大嘅，個景觀望出去咧就更加吸引嘅。嗱，簡單了解完個單位咧，師傅就要正式開始驗樓噶啦。嗱，師傅咧睇咗一輪啦，發現咧露台位相對咧就比較多細微嘅瑕疵嘅，亦都包括咧而家師傅睇緊外面呢一個折膠位咧做得比較差啲。一個掃下位啦，即係見到邊一度做得未算好理想，補翻少少就得啦。呢、這個都係啦，要補翻啦。玻璃嘅位置咧，就發現有些少瑕疵嘅。呢個就套廁主人房嘅套廁嚟噶啦。咁而家師傅咧就要睇一睇呢個假天花位，因為咧有陣時有部分甩漏位咧，就屬於個假天花範圍嘅。咁就算啲講真好靚發展商啊，有陣時呢啲位都有甩漏啊，因為就算檢查嗰啲咧，都未必一定可以擒上去睇得好仔細。走廊就唔算太長啦，正常三房嘅一個走廊啦。主人房就配一個細嘅露台位，主人房就夠曬闊落嘅，你放咗床、放咗衣櫃、放埋梳妝台都仲有空間剩噶啦。主人房個露台咧比較細，同埋佢係用翻護欄形式咧，就冇玻璃嘅。廚房嘅空間就唔算大得好緊要嘅。咁當然都夠曬用啦，因為而家今時今日你廚具啊等等。咁我哋再嚟睇睇呢一個廚房啦，其實都係望山景同埋海景，即係同個客廳個景觀基本一樣嘅。
咁而家師傅咧已經試緊佢部分嘅電器啊，即係包括抽油煙機呢啲，其實開咗噶啦，不過真係唔算好嘈啊，唔知吸力又 O 唔 OK 啦。廚房嘅窗位就有些少崩花，但係就講唔上嚴重嘅玻璃問題嚟嘅。呢、這個位咧，師傅建議就要一粒膠片，因為咧佢會撞到嘅，係啦，砰一聲嘅。咁呢啲類似嘅發現咧，以往有啲盤咧都試過嘅，即係可能同師傅都會有時細留意到啲細微位，包括我自己有時都見過啦，可能啲櫥櫃一開門個位撞嘅，係啦，就未夠拍得實嘅呢個位。呢度咧仲有一個士多房啦，或者工人房啦，都會有個洗手間位啦。嗱，慣例嚟講咧，一般工人房同埋個陶瓷洗手間咁計咧，就會做得比較馬虎啲嘅。而家工人房呢個洗手間會唔會有機會滲水？因為咧咁呢啲就穩妥嘅，冇乜事嘅。咁同埋師傅都話呢一個工人房啦，或者包括埋洗手間呢啲咧，都係相對算高質嘅。呢度有啲唔平。少少，少少，但係都可以接受。嗯，師傅話咧，牆身譬如話呢個主人房嘅牆身位置，咁驗完咧就整體嚟講都高分嘅，咁當然都會有一啲細微嘅瑕疵啦，呢度有啲唔平啦。咁啊，呢個位有凹陷嘅。咁不過整體你見牆身咧，師傅都話算係做得好平滑，整體都比較高分啲嘅牆身方面。地板呢度咧都有啲污跡咯，但系就未發現有啲咩凹凸不平嘅。至洗手間呢度咧，而家就發現咗幾個小問題啦，要補翻啲 crack 啦，有啲 crack 位啦，修好兩部。咁今次似乎嗰個去水位咧就冇乜沙石，清潔方面啦，又或者係啲工人咧就冇將啲沙石倒咗落去咯。細微嘅缺陷啊，呢個鬆咧嚟咗出嚟，係啦，都要整一整嘅師傅啊。呢度睇就明顯啲啦。而家顯示埋個波數啊嗰啲啦。嗱，師傅咧而家就基本就驗曬㗎啦，發現咧有幾個問題咧，我相信咧都需要同大家講一講嘅。係啦，咁咧呢個位置咧，師傅就話因為個門咧其實係有少少鬆嘅，咁點樣鬆法？因為咧如果譬如話真係打風落雨咧，太大風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情況咧，即係而家熬到嘅咧，係可能唔算好理想嘅，咁同埋會砰砰聲啦，即係熬到會有聲嗰種啦。咁所以師傅話呢一個門咧就要整翻實少少嘅。咁另外咧一個相對在單位裏面叫做比較粗疏的位置，我們出來看看。主要呢師傅就說這個膠位呢就其實就要整得很快，不過呢真的覺得師傅們那些工人即當初是粗疏了，你看到這些位置呢，即理論上其實這個位置呢膠的話呢就不是那麼 OK， 但當然你要做呢其實很快，因為你講緊真係一兩個鐘啲師傅撐咗佢再做過，只要做得好啲就 OK 㗎啦。不過咧呢度都要講一講啦，師傅發現譬如話露台門嘅玻璃啦，同埋呢一度露台位嘅玻璃咧，師傅都話係比較高分嘅，唔需要換，同埋發現到一啲所謂嘅崩花係非常之細微嘅啫。好啦，至於個玻璃嘅問題咧，其實整體嚟講都係唔錯嘅，你見到呢一邊咧都唔使話有啲咩崩花咗啊，氣泡要換啦。另外咧喺下方就師傅覺得有啲搞笑嘅，就係咧有把戒刀喺度，咁應該咧就係嗰啲冷氣嘅安裝嘅工人咧可能留低咗啦，佢安裝嘅時候就有需要用呢一個嘅戒刀，不過都唔係話好大問題。以往咧我哋遇過有一啲嘅可能在清潔上做得不好，即工人留下的東西可能試過有飯盒、啊、又或者是將一些煙頭扔了去水渠的位置，其實那些是不壞，因為你扔了去水渠其實
第二日啲人要幫你清潔翻咧，係比較麻煩啲。至於洗手間方面咧，師傅都話係比較理想嘅。咁其實咧就客廁嗰邊咧問題就頭先嘅影片咧都有簡單睇到啦，都係啲細微嘅問題。咁同埋要讚一讚佢個隔氣位咧，其實係清潔得唔錯嘅。咁另外主人房呢個咧，直台非常之少貼紙，除咗一啲細微嘅污跡啊等等咧，基本師傅就話可能一啲嘅水喉位啊，全部咧都係比較理想。咁大家見到而家主人房咧，呢個景觀有山景有海景啦。不過咧，頭先我提過就係話成個單位嘅玻璃係比較理想，就唯一咧就係喺主人房呢度咧係比較多一啲花痕啊等等咧係可以見到嘅。師傅亦都發現咗有好幾個花咗位置啦，或者污跡啊等等啦。咁不過咧，由於唔係有一啲嘅氣泡啊嗰種嘅情況，所以呢塊玻璃係唔需要換嘅，只需要可能做翻一啲打磨啊等等，清潔翻咧就 OK 噶啦。去到最後呢一個射水嘅測試啦，咁先就試咗咧客廳呢一個範圍嘅陽台位置。其實陽台呢個位咧已經係最有機會出現一啲輕微滲漏嘅。因為正常啲窗咧就更難嘅，咁啊睇睇呢一個陽台位試水方面係點啦。咁順便當然都要睇埋咧佢個地台去水啊、斜度嗰啲理唔理想啦。咁但係而家就咁目測，其實佢個斜度係做得好斜下嘅。咁應該話斜度方面應該問題唔大，唯一就睇下嗰個渠嗰度有冇機會有淤塞嘅啫。倒咗一浸水，咁都見到咧，其實佢一路向呢邊走噶啦，啲水都係。另外主人房呢個細陽台咧，唔花時間詳細講啦。反正咧試咗就冇任何滲漏，兼且去水咧亦都理想啦。嗱，師傅總結咧就話，總體驗樓嘅評分咧都算得上係高噶啦，亦都絕對對得起啊呢一個項目。大家都知道佢嘅單價一啲都唔平，講緊咧成30,000蚊一尺噶。以套單位為例咧，都接近3,000萬噶啦。而俊環嘅尺價咧，本身亦都打破咗成個香港仔以至到鴨脷洲嗰邊所有新盤嘅尺價嘅記錄噶啦。由於咧頭先都提過啦，師傅驗出嚟嘅問題咧就唔算係啲好核心，要整好耐問題。譬如話換玻璃等等咧，就會搞耐少少嘅。咁所以咧，業主喺通知咗發展商之後，亦都咧發展商嘅人員係上翻嚟處理咗相關嘅一啲瑕疵啦。咁業主咧亦都再次咧去驗收嘅時候咧，就將一啲片段咧拍攝咗俾我哋睇翻一啲整改咗嘅位置，咁其實都做得 OK 嘅。咁大家咧都可以簡單睇睇啊，執咗之後嘅嗰個單位裏邊一啲之前發現到問題嘅狀況。咁其實最明顯咧，始終都係露台位嗰個趟門咧，嗰啲折膠咧之前真係馬虎咗嘅。咁不過咧，發展商其實呢啲嘅執漏咧都做得好快啊。睇曬單位部分，我哋去睇睇屋苑嘅公用空間。整屋苑咧，佢分咗兩邊會所嘅，我就入咗其中一邊咧，俾大家睇翻佢個休閒區啦，同埋個健身室。啊，呢個私密啲嘅閱讀室嘅空間嚟嘅，可以即係你當小會議，揾多幾個人傾嘅都得嘅。咁呢個都係類似於閱讀室啦，又或者係即係外面有朋友過嚟，想喺呢度同佢見一見、傾下偈啊，等等都 OK。不過呢一個空間都係前菜啫，其實我個人咧就比較中意佢個健身室嘅部分啦，比較闊落，唔係咁多屋苑咧做到咁大個健身室嘅。嗱，佢呢度咧健身嘅空間咧係算好大嘅，因為以佢屋苑呢一個規模咧，佢預設咗一個咁大嘅健身室位。就係如果你譬如話呢邊啲跑步機啦，一路做咧就望住個泳池嘅。今集咧主要都系验楼量为主啦，会所部分咧就嚟到呢度先。咁假若有观众对呢个项目真系感兴趣的话咧，我亦都可以咧将其他我拍到嘅公用部分同埋一啲周边嘅环境咧，亦都可以再制作一个进环嘅下集啦，亦都系包括晒成个黄竹坑嘅一啲介绍啊等等咧，呈现俾各位观众嘅。
本人亦都相当之期待啊！成个黄竹坑站呢一个港岛南岸嘅项目，将来入晒火之后，成个社区变晒天噶啦，有埋大商场，咁到时咧肯定又要过去行一行啦。今集嘅内容咧就嚟到呢一度啦。若然你有验楼嘅需要咧，可以随时联络我哋查询翻报价。我哋下条影片再见。如果仲未订阅我哋自家兄弟频道嘅，可以而家订阅埋，按埋隔篱个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任何嘅影片啦。下条影片见，拜拜。